当你说一声拜拜，我知道你将要离开。当我看着你一眼，我就想亲吻你的脸。虽然只是昨天，我才刚刚认识你，害羞的我无法提起勇气问候你，问你住在哪里。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整个脑海都是你，强迫自己拿起课本，怎么看也看不下去。如果有一天我能够牵着你的手，一起漫步在那没有交换的街头，我想你想你，我再也等不下去。我想你想你，现在就写信给你。白天我不能够露出痕迹，只有悄悄等你消息。我还是每天想着你，放学以后回到家里，收到你寄来的信，我好像是发了疯的，见了人就笑嘻嘻。我把你的照片放在我的课本里，然后我们约定星期六吃八宝饼，然后看场电影。手牵着手，肩并着肩，我们靠得好近好近，低着头你不言不语，好像有点不高兴。你说功课退步，你说对不起父母，就在这个十字街头，再也牵不到你的手。之后再去找